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红油鸡钓的鲫鱼真的全部都送给我去了，我今天准备弄个葱头鲫鱼。姜葱、料酒、毛毛盐、炸鸡、辣鸡、腌茄，把鱼泡个油锅，锅里头放点盐。先把鱼炸至金黄哈，把面一条一条的炸。花椒、姜蒜、泡椒、生海椒、醪糟水、豆瓣一坨。这是一个万能的剁鱼料，要这样子慢慢的炒，看一下，刚死了一点，添水。哇！煮完五分钟过后，再把鱼捞出来，一条一条的。好，这就要勾汤汁了，放点醋、水豆粉、小葱一碗。冬天的第一盆葱头鲫鱼，你学会了没有？太香了，这个锅巴，哇！现在的鲫鱼里面基本上都有鲫鱼蛋哦，啊，好鲜！哇，好吃！中国自产出来的鲫鱼一点都不腥，非常的香。这样吧，